有种炫富叫肖战的签名，只是两个文字，却让肖战身价飙升。有种炫富叫肖战的签名，只是二中文字，却让肖战身价飙升。肖战早期出道前是以男团身份出道，早期来看肖战就一直很阳光开朗，是一个阳光 boy。肖战在男团当中是主唱担当，他唱歌非常的好听，而且富有魅力，相信听过他唱歌的迷妹都已经陶醉在他的歌声当中。长得帅，唱歌又好听，真是着迷。肖战不仅歌唱得好，而且舞蹈也跳得非常的好。作为男团成员出道的他，不会舞蹈怎么可能呢？他上节目可是秀了一波他的舞蹈，他这段扶着椅子跳 dance， 是不是有迷倒到你呢？他又火了之后，那可是各路粉丝都找肖战签名。那么肖战的签名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看了肖战的签名照片，真是有种炫富叫肖战的签名，只是两个中文字，让肖战身价立马飙升。